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，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。如今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2000多年前的论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还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？从今天开始，于丹教授就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论语的殿堂。